农历猴年九月廿七，今天的资讯有：加森港夫十一月会员免费游戏公布，和之前的临时工泄露的一模一样。要 PS 的《苍翼末世录：克制幻影》扩充版，《黑道圣斗士》连任，万众狂欢，小轮车加。后妈服这几个月直逼亲妈服啊！可是为什么买来的游戏还没玩就已经会免了呢？为什么每次打折促销都管不住这只手呢？昨天晚上微软召开了新品发布会，当然一般情况下来讲，这种科技界的发布会和游戏都没什么关系。不过随着 Win10 全平台的统一，慢慢的也扯上了一些关系。 Xbox One S 将支持杜比全景声，然后 Xbox One S 将完全支持 4K 蓝光 HDR 以及杜比全景声，不愧是性价比最高的机顶盒啊，不，蓝光播放器啊。玩家将可在 Win10 和 Xbox 上创建自己的锦标赛，这个好像以前提过。微软将 Beam 直播加入到 Win10 的 Creators 服务，不过这一点和咱们天朝玩家关系不大。然后就是微软终于发布了自家的 VR 设备，其实也不能算是自家的，而是和几个 OEM 厂商合作的，售价只需要$299，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。内置6轴动作传感器，号称无需其他定位基站即可实现追踪。发售时间微软没有说，应该是 OEM 厂商自个儿宣布吧。支持平台目前只知道 Win10 PC， 暂时不知道是否支持 Xbox 主机。最近微软的硬件外观设计都挺好看的，怎么突然来了个这个9.9包邮的即视感？其他的快点说。任天堂官推发话了，将于2017年1月12日在东京开启 NS 体验会，正式公布游戏阵容并提供现场试玩。索尼授权的第三方精英手柄公布，所以 PS 和 Xbox One 的手柄再合体了一次。 Xbox One 无主之地合集疑似免费，不过小编发现商店里一共有2个无主之地合集，一个是正常的版本正在打折，另一个是破关组合版本限时免费，具体有什么区别小编下载比较慢，还没来得及验证。最后的时间大家来看一下尼尔机械部队的实际演示吧。皆さん、今今回の放送のハイライト、もうすぐ終わりますからね。はい、美味し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、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ちょっとどうなるかね。はい、行っちゃいましょう。これ皆さん死ぬと思いますか、生きると思いますか。これちょっとコメントで皆さんちょっと書いてください。どうなるでしょう。まあ、死ぬが生きる、生きろ、生きる、命令系です。死ぬ、生きて。タオルさん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。はい、行っちゃいましょう。さあ、いや、イノシシは生きるでしょこれ。はい、生きたー、死んだー。死にました。ダメです、見せれません。死んだ後の姿は製品で。はい。